近两年呢，娱乐圈里特别流行一个事情，就是生二胎，不少明星都前仆后继的过来凑热闹了。那姚晨在生了第一个宝宝小土豆之后呢，现在好像也有了二胎的计划。今日有记者在北京某著名的中医诊所外遇到了姚晨，在助理的陪同下，姚晨素颜墨镜低调亮相。经记者打探，当天姚晨预约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产科专家，专长是产前产后的调理。眼看姚晨和曹禺的爱子小土豆现在也快满一岁了，在拍戏之余，姚晨更多的时间都是陪伴在宝宝身边，难不成乐于做妈妈的她要展开二胎计划了？